说决定了分开，这才见吧，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传和天长。嗯嗯，对，招。但是到湖北去是哪儿的语，哪儿的话呀？蒙话。蒙或者就是那跟蒙话就不像，所以就差特别的叫温州话。啊，温州话。哎，最难懂的语。对对对对对，我们前面有个村，跟我们这个村说话相隔大概有800米，他那个说话我妈听不懂，我们现在要好一点，就是上海话一样，也要听不懂。然后这边的姑娘嫁到我们村里来，我们就说她这个话题多，好多差距，就没有一个字一样。那语法应该是差不多是像吧，语法就是说话的顺序。顺序对，哎呀，不跟英文一样倒过来。小个的吃了，我来，我在练你来吗？来来来来来，我不想你呢。谁呀、啊？我女儿说，怎么会也像妈妈，眼睛也小。哎呦，哎呦，哎呦，谁啃狗腿？谁啃狗腿？哎呀，一个狗腿带一个狗腿。哎呀，哎呀。
Tär du lite upp med liksom. Yes, I believe some of you have seen this person in high school recently. He's not only the president of China, but also the alumnus of high school. It's Xi Jinping. Well, thanks.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have a good day.